哎，这个刀是20的啊、哦！你这个刀的这个配备的话，你帮我记了一下，就说他用的是什么切刀啊，多大的内膜啊，多大的外膜，你给我记。这个我们肯定都知道了。但是产品的话，我大概就是这个大。24、26。美女，帮我放一下啊、哦。24。25.2。对，这个东西就差不多刚刚在哪里？再切一下吧，25.8。上下一课，我们正负一课就好了。正负一课，这个才一年级。那再放一下。明天晚上我再给你们拍个视频，我给你们。这个26，这个粉多了。